可是土耳其那个除了香料就是坚果，人家这个比较特殊啊，你不觉得？啊，哎，可是土耳其除了坚果就是香料。对不对？所以他说里面比较有的好看，没有错。他这个是红糖。而且他这边周围真的很多阿拉丁神灯哈，啊，对吧？I'm not sure if I'm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.